She said things in. One G, 2G. Where is my 2G? Okay. Okay, 1G, 2G 哦。记得是 U 某包的台啊。U 某包的台。Maxis 也可以，有 Maxis 的 Maxis 也可以。然后开那家机。然后开这里。Connect WiFi 啊，这样。Connect WiFi 先了。这样。还没有嘞。Okay, connect F01.033。F01.033。Password 是password嘛？对。OK。OK。然后就按 setting。去 setting。看了我这里，然后再对回 net monitor。124.502.12 OK。124。Carrier 124全部对哦。假如你有改动的话怎么办？要改这个咯。改了这个，然后按 save 啊。对。save 啊。但是你的电话哦，它滑不下去，不是吗？哎，我看到那个 save 字。对。在下面。可以 unsave。OK， 可以。OK， 然后去 SMS， 然后看我要做几个，给我做两个。然后就 text 写你号码，写啊 Nicholas 对的号码多，然后很多人打电话给我，哎，妈不理你认识的，对，你的号码不过地玩的就算了，没有啦，这就产业高点，没有，建议是 U Mobile Maxis， 还有一个是什么 U Mobile Maxis， 还有一个小公的，还有 U Mobile 跟 Maxis 是最好啊，对。然后其实你用什么台都是一样的，一样啊，都是其他三个跳 call 是吗？哎，但是 DG 它是5458就会收到。小公吗？小公跟 Maxis 没有问题。哦，这样我用小公 OK 了。但是小公它 line 有点不 stable 的，有时候啦。是对这个机的。就是还是发出去，它发出去、啊，什么都可以、啊，还有一点不 stable。没有，这个要加6014吗？不用，直接这样子就可以了。也可以啊，这样子。它这个有时候它会帮你 automatic 加60的。打主要号码也没有关系咯。没有问题啊。反正你最好是不是你们的内容啊？下面再打我自己的电话号码一次。就上面这个号码，对方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这一个哦，看到了吧？看到了。他们那个呆真的厉害啊！不过那个要得你帮我弄啊。就好像你是开一个店的宠物店的 Sunshine Pet Shop， 里面的内容。里面的名字就是那个。啊，是 Chillax Sunshine Pet Shop 啊。像 Chillax Property 啊 ，Chillax Property Wanted 这样子，还是 New Factory。New Factory Project 这样子，可以改的嘛？你个呆的，像 DJ 了，我那个厉害那个。I'm back。等一下啊，你是要按什么？没有，你下不到去。哦，可以。以前第一代的时候啊，要用电脑。是啊，哦，那个麻烦哦。第一代是这种的，哦，这个大方鼠。这不是第一代，我第一代起来是要电。嗯，我买一个狗的那个宠物，袋口装着，直的，打直的。打直的，这一种，是吧？还是有两杆，我直接两杆。我们这边很多袋都在这边，还是那一种，应该是那一种吧。在飞机那边。去了哦，好像是那种打字是吗？那个。也是，很少打字，我们机器都是打字。比较四方点。那是我买那个狗的那个宠物，装狗的，装进来。去那个 KIA 的那个88里去那边，靠近外面那边。但是也不能啊，因为那边有干扰。
前面删掉，后面删不到。再买一个，再买一个电脑哦。那时是电脑是你们给的吗？一起的吗？电脑。那个不确定啊。很久哦。很久了，那一台没有三十一号，我国庆就讲了。Danny 第一个盘的来的，是不是？很久之前 ，Alex 好像。电脑 unsafe。你认识？有听说过。那按什么来发送啊 ？Unsafe。Safe。然后去卫生，去 home start broadcast。对。哦，这边呢？哎，不是，每次我们改的东西 reboot 先 ，reboot 一轮先。哦 ，reboot 一轮先，现在 reboot 了的吗？按它 reboot， okay, 要等要看它有没有 reboot 是。你等一下，忘了什么？啊，断线了那个。对啊。reboot 第一件事情就是会断线，然后找回去。然后再 connect 过，再 connect， 等他出来两分钟。我每次要按 reboot， 然后他自己里面再自己 setting 啊。对，啊。哦。然后 reboot 好了 ，connect 会再按 start broadcast 啊。对。哦。我问你，除了针织啊，现在目前这家机什么生意蛮好的？阿龙哦。阿龙肯定啊，之前第一个那个 Alex 卖给我，也是卖给阿龙。亏十千了，亏十多千。亏十多千。因为他那个玩意全部有问题，我用钢粘死他，再卖给阿龙。有问题，那这些收不到，收不到，收不到。收不到。收不到。调去突厥也是收不到。你觉得人家会调去突厥吗？现在可能可以。近距就是远距离的话，肯定是。我们这么近都收不到啊。这么轻松的，所以你的电话调 4G， 所以这么近都收不到。你没有可能，你是一个顾客，你叫顾客调去 2G 啊？没有可能。很久以前了，我亏了那家，我那家最少买了七年。2014、2013是2014。这样你有赚得回来就好了咯。按这个，看这边 ，status。小威一直叫我买。status 这边，我看我那个。啊。OK， 来、啊，你看你的内容啊 ，check 一下。对。嗯哼。然后等他、看到 working， 也是两分钟里面，他就会开始发生了。哦 ，working 啊。诶，一个号码收货了，一个号码出货吗？嗯。说，我拿飞机线。现在就等他两分钟，他就删了。对。嗯，可以可以。你是按了 start 的呢？不用按 start 吗？其实不用了。因为你 reboot